早安，我们现在呢坐捷运，我们要到台北车站。这是什么？我们的早餐。我们的早餐。对，去台北车站。然后呢，就很匆忙的准备了两个饮料。好的，小朋友是柳橙汁，然后我的是黑木耳汁。还没耶，现在报到吗？我现在到东三门了，好久好久没有来到东三门，这种东西好像学生时代才会这样约。然后在等车，等一下九点就会出发。然后我是在 Seven 这边买一些早餐，买咖啡。小朋友呢也准备好了，我没有准备，在那里没有准备好，是不是？OK， 我们今天会去宜兰，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美女朋友呢 ，Mandy。Hello， 早安，对不对？对，等一下我们就去宜兰喽，对啊，坐车。对啊，一起。大概九点，我们从台北车站出发呢，大概现在是十一点了，大概坐两个小时的车，现在我来到宜兰的壮围了。等一下就会有剧团会表演，今天要来看好儿童剧场，看好看满的行程。去结合了一个比较互动式演出呢，来带给小朋友一个表演。要帮我把它吸完，来，我帮你，来，嘿，啊，你夹着，小心啊，啊，台币先学会真诚和勇气，那很简单啊，我最有勇气了，我教他。稻草人要做什么啊？稻草人是放在土里面，要下好那些来吸收。其实这并不是家，而且他们还穿袜子下去。他们在表演，是穿，他们的袜子都完蛋了，他们的袜子、彩纱都完蛋了。来的여러분정리하고우리한번조별로다시모여볼게요早上呢看了两场儿童剧场，现在呢是中午来吃饭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吃很有特色的餐厅哦。很酷很酷的这个贴纸，然后进来呢，你看这是古代的那个缝纫机，然后进来这边呢就有这个，你看弹珠台有没有？然后还有这个，刚刚小朋友一进来就一直在玩这个，你看这个米哎，好像碾米机这个，哇，碾米机。展示的这样子，很有特色的餐厅。然后呢，哦，它还有卖麦芽糖，然后这边还有那个麦芽糖 DIY 可以玩。那这边有卖一些铜碗，有人说这个了，有没有？咚咚咚，对，以前旧的铜碗，对不对？你有看过哪些？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转圈圈会有嗡嗡的样子的声音。这是懂。等一下要先吃饭喽。
刚刚在外面真的太热，热到虚脱。然后早餐我准备的沙拉，其实到现在我才吃，虽然活动太密集了。然后我准备这个黑木耳汁，超好喝。然后我怕我的蔬菜不足，我的早餐其实现在才来分食。沙拉啊，给你们看一下，沙拉超美的哦，是虾子，小朋友喜欢吃虾子，吃虾你们看一下。虾虾水果沙拉，我们现在在这家餐厅啊，他是用这个哎，碗公吃的，你看，等一下还没上菜，期待一下，不晓得等一下壮维的特色餐是什么。好听的故事哦，还有更好玩的游戏，祝大家天天快乐。草莓西沙冰，嗯，草莓哈密瓜，那你的呢？百香果。现在看这个蔡明亮的那个展厅，来给你看一下，有一个可以给你看一下，这边有真的是那个壮维的沙，还有壮维的水，然后上面呢会播放着蔡明亮的那个影片，很神奇的展厅哦。然后呢，这边的玻璃呢是他用炭笔，看一下。用炭笔一个一笔一笔一笔慢慢的画出来的。来这个壮维有那个服务区的楼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风景，而且其实也蛮漂亮的，可以拍照。下面那边是有舞台，那这边也蛮漂亮的。今天天气好到爆炸了，快要融化了。
今天一天行程结束了，我要妈妈从壮围回来。Hello， 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在车上，然后呢，我们现在娜娜又买了绿茶，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我们爸爸。那今天呢，就是我参加这个宜兰壮围沙丘这个旅游园区呢，他办的这个活动，也看了蔡明亮很多很多的那个展览，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呢，也看了很多夏季的这个围趣儿童剧场，那小朋友其实也第一次体验这种活动。就原来壮围还蛮好玩的耶，而且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在这里结束咯。如果喜欢的话呢，请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啊，分享这样。